仿佛替他故意比较精细，他比较多一点。越远我们这个不也是这个太阳的光泽越好，而着重就是用在居家。我们做的仿佛比他是一杯刀，他是前后对称的镜子是一杯对。最下面一道梳我们就梳边嘛，梳边要打好。两道纬线，第一道近一点，第二道松一点。需要啥色？爱涂这高头，它就是拉啥颜色。外头时候，刀子直接是砍断毛头。我们那天每个人砍八寸活，就相当于八千个头，这个难度比较大一点。耙子一定要打够，全凭用耙子朝刺打密度。剪子它是用来剪黄毛的。心主已经具有这个图纸案的位置，做的时候前后两根筋它就要绑住，就把它拉前筋后筋它都能拉起来。两个人他用40天时间才能砍一米八乘两米，还是砍一块。那两块和周转器就在2个多月到3个月，其他团也就代表中国的文化传统了，一般都是长方形的比较多一点。最尾的边我们叫的青边，过来就是大边，大边代表中国的护城河嘛，再过来就是回纹嘛，代表中国的长城。竹边嘛，代表中国的佛教文化嘛。有4个拐角都是对称的，那是中国的建筑风格。中间就放几个散花。地毯上面着重以牡丹为主，牡丹也是中国的国花。碗就是放的花瓶，有最中间一个圆托层，那就是奎龙嘛。黄布地毯一般叫七彩色，那就配出来花色比较细腻一点。红色它是底色，蓝颜色占的比重是最大的。地毯大一点，可以就把琴棋书画佛手石榴线套，再就梅兰竹菊，全都放到大盘子上。琴棋书画中国的文房四宝，佛手石榴线套，张国老的三线嘛，多姿多松嘛，福禄长寿嘛。梅兰竹菊是代表咱们中国的四君子嘛，根据客户要求，我们就可以给他设计他喜欢的团。仿佛他它是越薄越好，手工越来越不好做了，以后也有收藏价值，应该知道。